知道朵拉是不是来我们家做客？我跟郑光新见面的，发觉你好像不是很喜欢我这个朋友。爸，我干嘛要喜欢他？他为什么你需要？我老实跟你说了吧，郑光新他在入伍之前。就是我叫的那位网友啊。TVBS 42台每周一至周五晚上8点，女兵日记。